哦，你看这个哦，这个尖尖的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给这个洞洞锁进去。把积木转一下，你的洞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对，在那里，你要锁进去。那边还有一个记得要拿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问题来了，积木转，它上面呢没有任何的牌子，没有 LEGO。一般的牌子会有 LGO 或者是 FY，、哦、就是厂商品牌。那这一片没有，都没有，只有原豆而已。你们觉得它是正版的吗？它没有任何的牌子，它没有任何的牌子，它只有原豆。那一般的牌，一般的积木都会有 LGO 或者是 FY， 会有品牌。那你觉得这个没有品牌的是正版的吗？是。是哈、哦，是哈、哦，当然是，因为来到这边一定是给你正版的。怎么可能不会给你正版的？积木啊，在很久以前专利就开放，所以都是正版的。送 DVD 贴纸。哦，谢谢。积木在很久以前专利就开放，所以都是正版的，没有分正盗版的问题。但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颗积木，怕不见，要把它做个家，在这家这个材料有软垫，软垫上面会有四个刀刀，一二三四，拿到之后把它戳出来，四个刀刀都把它戳出来，像这样子，选一个颜色。你要什么颜色的软垫？选一个颜色。要这个。要什么颜色？这个吗？他把洞洞抽出来。你要这样打开，你要什么的？哦，你又要红色。那今天跟乖乖两个。好，那提醒大家，等等之后的颜色只有这三个颜色，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钱买其他颜色，不是啦，你们这样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可以哈，它上面会有四个圈圈，把四个豆豆粘在四个圈圈上面，纸片转过来，会有五个字，把三个正方形软垫粘在五个字的下方，抽出来不是会有正方形软垫吗？粘在五个字的下方，对不对？那建议大家，豆豆颜色是可以做交换的。可以跟旁边做交换。我跟你交换两个颜色。可以换想要换黄色的。我要掉下去捡起来。红色。我们这边哈、这个给它撕起来。撕起来，然后这黏黏的，就给它粘上去。对。好，不要粘。要粘准哦，